内宣序有没有？就也就是我们今天呢，如果说我今天用那个 SS 资料库有没有？这边不是 SS 资料库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连线自算是什么呢？点下去之后就知道了，非常容易。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就一个啊、哦？其实我们是用这边好几种做法啊、哦。那这边当然我们可以用这边 provider 哈、哦、一种方法，或者我刚刚那个方法也可以。那后面如果说你有 user ID 哦，或者 password 你可以加，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自串大概就到这边就可以了，有没有？等号，其实呢，除了用我刚刚那个 provider 用我那个方式之外，你也可以用 provider 等于什么，这样也可以哦。所以这一串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哦，然后再贴上去就可以了，你就可以会使用了哈、哦。那除了 SS 之外，你会发现哦，如果其他的可不可以呢？你看这么多 ，SQL Server 2008 SQL Server 2005 Oracle MySQL。如果你要用 MySQL 的话，你直接点下去，你看 MySQL 连线自串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呢，不管你后端哦是哪一种资料库，你只要有个 Connection Suite 哦，就后面都一样，只有 Connection Suite 不一样，其他都一样。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实现什么，实现以 Excel 当成前端界面，后端任何的资料库通通都可以汇集到 Excel 里面的话，请你把这个网站记下来。这个网站的网址其实也蛮好记的啦， www 点什么呢？ connection 有没有？ street 加 s street 有没有？ street 就是自串嘛， connection street 加 s connection streets 哦.com。 那这个网站哦里面就提供目前哦几乎所有的那个后端资料库所会用到的那个 Connection Suite。 那也就是说呢，你将来要设计什么来这边找就好了。所以说呢，不管说你后端资料库是哪一种的，都可以很快的哦做一个连线。那当然如果说你有新的同学啊，你可以试试看，比如说 SS 可以， SS 2003可以的话呢，那是不是你可以把资料放在 SS 2007？ 如果你有2007，甚至这边不晓得有没有提供2010啊 ？SS 20，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啊。或者甚至说其他你自己有在用到的，像是 SQL Server， 好，那你也可以试试看，甚至是 Oracle、MySQL 这些常用到的这一个连线啊，那个后端资料库，那你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利用这个地方呢去做一个连线，稍微修改一下，看能不能连线。如果可以的话呢，那恭喜各位哦，可以以后呢你就可以更改。那其实除了说呢可以利用 SS 之外哦，你也可以试试看，如果说你今天后端是一个 Excel 2007，把 Excel 当成资料库可不可行呢？当然是可行的哦。如果说你以后不想用 SS 当资料库，拿 Excel 2007来当成也是可行的哦。那只是说要怎么做呢？ Connection 呢自串怎么下？其实你可以看到点进来之后呢，它也会告诉你 provider 有没有，后面就加上这一串啊。然后呢只是说后面比较特殊，就是说你的位置加 extends properties 哦，这边的话呢加上你要告诉他说呢你是一个 Excel 12.0 的话呢，就是它的版本2007，就是12.0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达到就是资料把 Excel 2007的档案当成资料库的目的啊。不过这部分可能恐怕还是要踹一下啊，踹一下。OK， 那这里的话提供给各位一个讯息，就是 Connection Suite 这个网站啊，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